哎，这小鱼是不是还是幺六的一个主播？以前声音好熟悉啊！啊，一个菜逼、啊。我怎么觉得斧王走上路啊？要不换一下，还是能打斧王吗？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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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样的鞋子。哎，你现在自己号多少分了？有没有七千啊？小菜鸡怎么会有七千呢？好好说，到底多少啊？好奇了。征战号角，我有一百个号，就是没一个上七千的。皮神，我下路河道给你插个眼啊。下路河道。下路防，防了下路。我问题是我在中路那些啊。嗯哼，说得好，嘿，给你留点东西。下路不好打，休想！我就喜欢这个。像风一样。操，这召唤师这补刀妈的 CQY 吧。别管我，别管放我单了。嗯，我拉野或者去上路。你去友好一点。你拉野我直接死了。给你留个东西，一姐不好用，碰个二三就走。我要保持精神饱满。哦，嗯哼，意见一致。哎呦，看什么出来？我正在受到攻击，前进！我差点就 hold 不住我自己了。说得好！走了走了，帮不了你。进攻！反补！嘿嘿嘿。哦，这个过去就是谁？风暴时间。这藏月是那个藏之贵吗？这才是风暴之灵。为台风做好准备吧，风暴之灵在成长。我来了。给我的急速，好的。这个召唤随便杀，只要你们击中他，他这个血量。哦，我的过分。当我没说，我他疯了，没蓝了。没事没事，我再帮你留点吧，可以。哎，他又露头了，我再照一下。看上去不错。哎，这塔有病，这塔有病！哎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！操，这塔真有病！妈的，小兵先过去的，我准备强杀他的。你可以等我啊！我看小兵走进去了，他应该打小兵吗？吗？我有很多。哦，这塔真是有病。这真是好心啊，不够买人了，有人不开心了。哦，好棒！嗯哼，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哈哈，附身的精灵，他没蓝影阵的，前进这个召唤。嗯，往下，像风一样。两个傻逼，这样。他谢隐身了。
刚才的聚光灯照的是我，我来了。我要把你抓走，哎，我够不到，够不到，够不到，把他们吹飞。上路不用来，不用来，上路可以不来了，保别路吧。风暴之灵走远了。不用管我，不用管我，我很肥的。我召唤，我一会儿又马上就单杀他。我要扫后面，没影。啊，我这放眼啊！啊！风暴警告！说得好，我等你六吧，要不我两个兵六。哦，那个怪叔叔是谁？六了六了，要吧要吧。要。王七杀，留着他等太阳下山了再用。附身的精灵使我前进。狼猫和墨汁来了，啊、干，来、啊、干斧王吧，斧王脱节了。他没拦住啊，兄弟。我马上招个小蜘蛛，等一下。别卡我，别卡我，别卡！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我招个小蜘蛛进去看一下。蓝不是特别多。靠，下面你的算算，我没拉完，没拉完。你口袋一点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意见一致。摸着摸着摸着。哎，这什么嘞？是我的。塔里边去了。哦。哎，他们。这才是风暴之灵。斧王，斧王。给你留点东西，不用担心，人人有份。对，叫某天。好的。哎，我跟一个大妖还能继续打的，他说上来接。可干，这玩意儿迟早有用。嗯啊，召唤可能往上走了。不用了。休息一下，召唤可能往上走了。像风一样，我操！你这是中国队的，做好准备。嗯哼。嗯哼。我来了。哦，玩你妈，不开心了。前进。风暴时间。Dominating。看上去帅。
意见一致。干他！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我错过了什么？搞砸了！你掉钱没啊？我没掉。还行还行，不亏不亏。有人气上了，可能是召唤。召唤的功能。隐身。他妈的，牛逼！你挠他一会儿，挠他一会儿，然后回上来拉他，我怕他有隐身。哎，地上有符来了。附身的精灵使我前进。好的，动手。这种伟大属于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哦，我就找着蜘蛛打了，好像你不说我就不会动手一样。晚些时候再享用这个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我突破这个，给你口瓶要不要？可干，我可以冲。要，你要我说你才给我吗？已经失守。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要不要啊？嘿嘿嘿，还是不错。他往上靠了，他往上走了。毫不迟疑。哎，他不斩我。他斩小鱼了。是丑。好皮是屌啊。上路潜伏，我操！对了对了，敌方上塔，哦，找大腿，找大腿，潜伏，有没有大腿过？哈哈，钱归我了，大腿我来了。你们算了，你插一把。大腿还有的干没？大腿，我在旁边给你助威，我帮你断手召唤。我们俩马上给杀了。没事，大腿收割，大腿收割。哎，大腿没死就好，大腿没死。哎 ，Peace， 你知道吗？我这些技术都是跟你学的。哎，真的，有一句说一句啊。屌 ，Peace， 你知道吗？我看你视频长大的。屌！真的真的不，一点都不假，没奉承你的意思。闪电雷击。大腿，我就来了。好的，留着它，等太阳下山了再用，像风一样。
嗯，我们是中路。嗯，在中都在中路，斧王和卡尔。有真影啊，对对对，有真影。哦，我们跟大腿一起吹啊。给你留点人机。卡尔一下往上跑了。这波他们要来五个，他们这波要来五个。中路下路带，咱们人全带。没事，中路下路带着，直接给回去。哎，这陈木要死啊，他不走。兄弟。哎呦！跳过来出攻击闪了！哎呦，我只能救你们了！我的！哎！风暴之灵在上！我靠你！救大哥星切啊！妈的，不要了！哎，我的！有真眼，有真眼，小鱼！哎呦，我的！救不到你，操！你跑太深了。这波不亏。真不亏吧？有人去中了，有人去中了，好像还可以打、啊。看见。伤了好多真眼啊！我操！别死亡终结了，他瞬间跳槽了。给你留点东西，变强大的感觉真好。王子下了，说得好。他还是要打中吗？什么？中推了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为台风做好准备吧。他们肯定要来上路抓我的感觉。逼下和中吧，要不我觉得不要再跟蜘蛛打了，太深了已经。嗯，可能有真眼。好的。哈哈。是傻逼。差点灯，差点灯，他开风铃。嘿你这好醉啊！哎呦，你说啊，我来了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你刚等我一下，我给你打的不行。这人嘞，妈逼的人都不见了。下不去原因，我要再去。嗯哼。这么多蜘蛛没人来？意见一致。先牵制其他路，其他路就是全战。你让蜘蛛自己玩吧，没必要去了，太深了，都二塔了。像风一样，上的全是，下路不行。在附近，这个斧王，在附近的已被反捕。刚斧王应该是开悟过来的。王在那中卡呢，走，他跑，王在，我以前服啊，前进，那沉默没大了，我操，有我视野，你的视野很好。都在上，哎呦我操！这他妈好屌，这 TP 速度！下路推了，大腿顶不住，我这样。斧王没蓝的，斧王没蓝的。哎，感觉推塔好弱啊，你们。肯定弱。要不打个肉吧？走吧，走吧。
啊，老子你妈逼瘫了，不然我应该指控小子输了，应该能上去的。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？他还想带的？有没有人？马上踢，马上踢。我马上能踢，你就别踢了。哎，他马上要走了，赶紧啊！快，快他走就留了。他应该想补完这波兵，你往前冲，直接滚他。我在这儿呢。Nice。嗯。附身的精灵使我前进，加速，加了，嗯、击拉下吧，击拉下吧，我再给你就可以了。嗯，哎，先生加速，意见一致。靠、哦，几级神魔啊？一级吗？四级啊！哎，那他怎么转的？玩不见啊！不知道啊！哎，我已经滚了，妈的，没滚，没滚出来。我看这沉默走过来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。发育一下吧。钱归我了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都在上路。哦，什么时候好多眼啊，真眼假眼。嗯嗯，把他们吹飞。哎，你们怕发育啊，我给你们推这么多时间。哦，毫不迟疑。好的，就接近隐身啊！激光，聚光灯的，冲了要不要？要走了。他们要推。男药，男药，男药。天辉建筑全面加固。这人在这儿。我能气，中路我能气，我只能说。要不要？我们打起来，打起来是四打五。哎呦，风给大了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，我方中塔已经失守。说得好，令人惊奇，毫不迟疑。召唤看引刀，可能是找蜘蛛了，也有可能在中。哦，不是引刀，那个隐身。中路之眼被反了。在这儿呢，前进！哎，好！风暴就要来了，风暴时间！多抓一下幽鬼啊！只要抓他，他们就翻不了的。我有雾的，有雾是开不了的。嗯，开波雾吧，来。如果他肯定会打钱的。好的。
这补先别吃了。嗯哼，看这边有个主宰。哎呀，我过不去啊！哦，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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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像风一样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还有没肯？嗯。对了嘛，这就是劫。他没隐身。对了嘛 ，nice， 标准节奏。Nice， nice， nice。就是这节奏啊，嗯，夜眼陷阱全面加固，这波很赚，起码有一万的经济啊，一定是一万吗？还要涨？我要把你抓走！我救命啊！他没追追你，他上去找蜘蛛了，他去找蜘蛛 了。这 GUG 就过来就是死啊！哎，上路他们野区的眼被我排了。太阳下山了，再用。好、啊。嘿嘿嘿。意见一致。找个机会打盾吧。我把视野先坐下来再打吧。我操！你是斧王踢得下吗？我来救你了。我踢的给完他紫苑我就走了。后面有人召唤的。哎，又会飞了，又会飞了！我操！劈山舍命救我呀！我操！哎，我还要救你啊！又会飞了，飞了。走不了也换一条命。就这样，我帮你举完紫苑斧王之后，我又想帮你拉一手召唤。我重归秩序之列。给你留的东西，嗯，把他们吹飞。哈哈，像风一样。毫不迟疑，冷却中，我来了。敌方中塔已被反补，附身的精灵使我前进。大剑圣吧，大剑圣吧。哎呦，规模太大了。剑圣。天上没大，天上没大，斩我了！推推推！天上没大，天上没大啊！打鱼！你推你的，我是干。那个有不能死吗？卡中！我操！来嘛，小鱼！放着跟着他。我在这儿反眼，他妈刚才小鱼过来这儿有眼。嗯，我要保持精神饱满。嗯哼，哎呦我操！
有鬼没到，这白痴，我还不懂什么哦，抓不到我，快找我，前进。嗯，不要了不要了，打肉吧，打肉吧，你们去打肉。黑黄炸，玩 BKB 了，什么 BKB 了？说得好。嗯哼，他们可能靠不了。可以打，留着他等太阳下山了。打着打着，他们上路就差不多了。已被摧毁。啊，他们可能开不过来的。蜘蛛也小心点，蜘蛛也小心点。嗯哼，他们赶过来抢阵，高地就没了。哎，可以干这件事。不敢来的，他看他位置，他位置不好的话，可以搞他的。毫不迟疑。干这召唤，他们有人上来了，有人上来了，来来干这召唤师。这里两个打盾吧，我们打盾，打盾，打盾。你玩砸了，他们上来打盾吧。上到高可以蹲个鸡，他应该马上没三千八了。地上有个魔瓶，谁要谁拿去用。我是慌了，还有个符你可以吃掉。非常感谢。陈茂过来差点可以把他给抓了。伤可干不进。那陈茂杀掉陈茂一个人。他没可能快出来，上路可干，等我到。附身的精灵，什么三十多秒，什么三十多秒，什么没，什么没拿枪好打。嗯，哎，两路逼吧。哎，皮神，哎，这不加一波好友说不过去啊。啊，我一会儿看看啊。皮神，你还有位置还够吗？好像是满了。哎，别冲，冲起来感觉要飞。啊，本来想划个水，发现划不了。好的。我感觉有鬼要拿信使送辉耀了。狗子。啊，辉耀没用，我们都有 BKB 的。不是，咱们可以把鸡杀了，他永远拿不出来的。这才是风暴之一。啊，这么狠。给我个骨灰呗。附身的精灵使我前进。嗯，这好像有眼。这刚吃吗？好像就是有。你们中下两路带着，我看上路有没有机会去把这剑圣给抓了，抓了可以上高了。我来了。哎，中路这剑圣，有人靠过去吗？我这儿有剑，我不去。坐吧。坐下。他林肯，我以为他做羊，我以为他是个有梦想的人。嗯。哦。哎呦，我的。没关系，无所谓的。他们兵线已经压力。这么大了，拦不走。前进，就对着打钱吧。这高地不好上啊，靠！假的。
啊，没事没事，我有盾的，我吃他个斩也无所谓，他想斩我就斩我吧。我正在收到，王在后面、啊。他不斩我，他不斩我，那我就盾就。哎，兄弟，看有兵可呢。我的。哎，这种感觉，对啊。他们为什么出来打？我一个人做大了。他剑圣，他剑圣。你摸吧。王在这个位置。可以上高，可以上高。王没蓝的，王没蓝的。啊、这是没打，这是没打，没什么用的。虽然他有些任性，他买活，怎么办？好像也不怕他。他敢上来，他就把他给秒了。能不能给我加口血？我三百血。超屌啊！哎，再爆一次，人头给他。给他，我不来。屌啊！中路，满活送，喜欢送。我活点血。哎，鸡蛋加个好友。移植一下嘛。先赢了再说吧，每次。一聊到好友的问题就输了，一波波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靠林子。敌方中路兵营已被摧毁。敌方中路兵营已被摧毁。这属性，我第一次看小巨人偷石金偷到一百多了。说他妈160啊！哎，回药了，有鬼！150，我来了！这属性，哎，掉。属性爆壳了，我就喜欢这个。木归原主了，我不要了。敌方上塔，我也不要。那就把它盯了。他妈现在他就是不做分身符，他有分身符，为什么？他有分身符，他刚那波开过的。哎，入一波啊！这不入一波、啊。我去了。我方向触动超级。啊！我想入。哎呦！不入，我他妈又不是傻逼。哎呦！来，加一波 ，Peter， 你把我删了都没事，意思一下。不知道多少分。总结出一个问题，就是，打得好不如躺得好。我不在乎那同学，我那同学他那个号不是他的，别人的号，大家干嘛？我说真的，我真是想玩屠夫，我觉得屠夫这个英雄特别好玩。完了要输，而且还要被喷，还是不玩了。哎呦，我在想这屠夫什么时候才能练，好烦。
看看零九多少分了。还是没动，这几天都没玩了。25号就玩了一局，24号玩了很多，差不多五六天没玩了，有五天了吧。过圣诞去了吧？过节去了吧？小关马上应该要打了。嗯，因为我为啥知道？因为昨天和小关聊天呢。好，我都快冲了1000分了，妈的，他们还没干，我冲了700，啊没有，六百五，六百五，不能瞎说，只是比较接近1000。